鹿港地震事务所来了一群小贵客，洛金国小老师和学生是专程前往参观鹿港地震所。虽然地震是相当冷门的业务，希望借由参观导览让学童了解地震相关知识，并达到基础传承的功效，也可以带动家长熟悉地震业务。非常欢迎这次洛金国小小朋友来鹿港地震参访。那我们就我们早期的那个全状，还有日据时代还有台葬跟小朋友介绍，还有我们介绍我们的虎头钢印。那小朋友对这个虎头钢印特别感兴趣，以前全状的真伪都是由虎头钢印按那个虎头钢印下去才知道它的真伪。那希望借由这次的参访能让我们地震的业务深入学校，然后深耕校园。鹿港地震事务所表示，希望透过地震回顾文物史展览空间，让学生了解地震的业务，也让学童了解简单的地震相关业务和观念，增加学童对地震业务的兴趣，成为地震工作未来的生力军。公益频道许维珍，鹿港采访报道。